Hey, big family, it's Jonathan here with the Soundstage. We've brought you again to Cafe XB to introduce one of the newest bands on the Beijing scene. They're called Drink. Now, if you've been watching the show long enough, you'll know that every episode in the intro, I do some kind of funny joke to introduce the band. But for some reason, this time I'm having a lot of trouble. Would you like a drink? Can't you see that I'm busy? I'm really deep in thought now, trying to think of something, okay? I've got it! I've got a revelation! Alcohol's ruining my life!我们是一支流行乐队，我的目标就是干翻五月天，成为宇宙之王。
刚才过来录节目之前呢，在上班，也感觉很神奇的，就是说这边还是一个工作的状态，之后，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已经在这儿要做一个现场，做一个访问啊，感觉很有意思，就是说两个状态的切换。不是，首先叫喝是因为好名字被别人起完了，就像这世界上所有的摇滚乐队都面临的一个问题，现在新进的摇滚乐队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好歌被人写完了的一个事实。我们起名字的时候也大概有这样的感觉，好名字让人起完了，然后我就想，哎，随便取一个吧，就找生活中最最最简单的事情，最简单的东西吧，然后就想到吃啊喝啊，最后就死掉了，然后就这样嘛。然后因为我们的另之前玩过的一个乐队叫 Eat， 然后这个直接就叫 Drink， 然后但是我又不想喝花，我尤其现在又感觉又不敢喝，又喝不动啤酒，然后所以我们就又特别爱喝可乐，就是我跟可口可乐公司那边在谈那合作的时候，他们说要给我3000万，然后我觉得有点少，但是我觉得有点少，然后后来哎，再照顾人家吧，给人家面子，然后就2年3000万嘛。有一次我喝酒喝花了，然后喝的特别特别特别懵，然后回寝室之后我就让他给我录像，然后就当时特别好玩，然后录的我连自己手机我都找不着，我把我的手机给他让他录，然后我一直在那找我手机，然后他把所有的都录下来，然后中间啊出去吐了好几次，我一点都不记得，就是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吧，就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有这种年轻人的冲动吧，有年轻人的追求，就是我只能喝一瓶，那我就喝，我今天就喝两瓶，我喝吐了我也喝两瓶，是这种状态。还有就是当长辈逼你喝酒的时候，说你不喝酒就不给他面子，然后哎我就喝水，我就喝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第二天早上没起来，第二天下午起来之后，我就看那个我们一起看那视频，然后。就是人喝花了状态，我觉得那个是就是特别深刻的认识一种人喝花了的状态，不是别人给你描述的，还是直接在镜头里展现出来的，然后我第一次看着自己喝花的状态，我觉得特别棒，然后我就决定我以后再也不会喝花了。我喝花了之后智商变得太低了。我们三个人谁最聪明谁最傻，感觉是会导致乐队解散的一个问题。这样说的话肯定是我最聪明，谁对啥我就不说了，因为人不可能永远年轻嘛。好多人就说他要永远年轻什么，但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年轻只有年轻人可以年轻。你说有的人40岁了，他还说他要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我觉得那是扯淡。你40岁的时候不去干40岁的事，你在那搞年轻，我觉得特别特别无聊。既然很年轻，就做一些年轻的东西，然后做一些新的东西，然后等到老了就再做老了的事儿，然后就没了。我突然说这个，我觉得好奇怪。